老娘以后不得管你了，你想跟哪个儿子去耍，你要去。哎呦我的妈！ 老婆，我觉得男人还是要以家庭为重。晓得就好。好噻。切，小把戏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到不到？到了。一定是。 你过来哈，咋子嘛？有啥子话就在那儿说。给你脸不要脸。等一下，嫂子，给你推荐个游戏，升级技能的。等一下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。长工上车。